苍松，他死里穷，恨里穷，多滋味，搅乱四方谁自用？他求民。我叫冯源，今年9岁，我来自浙江温州龙岗市。我叫吴子贤，今年8岁，我来自浙江温州苍南县。我喜欢跳舞，我喜欢唱歌，但是我们都喜欢越剧，因为学越剧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才艺。哎，先别说，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哎，你说的对，那我们说一下心仪的礼物吧。我们的心仪礼物我是行李箱，因为我们要一起去旅行。大家好，我叫冯源，今年9岁，我来自浙江温州龙岗市。大家好，我叫吴子贤，今年8岁了，我来自浙江温州苍南。你们的心仪礼物是什么呀？行李箱。行李箱。哦，行李箱啊，你们俩为什么想要行李箱啊？因为我们想一起去旅行。哎呀，好浪漫哦。我们就看看宝贝的表演能否帮助他们成功锁定心仪礼物呢。宝贝们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
在台上，真是。我觉得今天吴老师在现场，这得亲自亲手给指点指点吧。哎，好不好，吴老师？哎呦喂！主要是我们想一饱眼福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越剧这两个梁山伯和祝英台应该换一换哈。哎，这梁山伯，这祝英台啊。但是从声音来说呢，确实他像梁山伯。哎，这是祝英台。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梁山伯的鞋子太为难孩子，估计太大是不是？啊，你看看，哎，太大啊，而且尺寸也够厚，太宽，太宽。然后下次就是妈妈注意，一定要给孩子穿那个白色的线袜，这种玻璃袜子的容易打滑，脚太大，所以它不太好走。包括就是到最后下来之后，我们扇子都会这样拿，要到这里，对，尽可能提起来。哦，你刚刚是这样挪，然后背起来，包括这个背，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要用兰花指。尽可能的，这个扇子大你拿不住，但是我是建议孩子可以在扇子再放小一码，可以用8寸的扇子，拿个小点的扇子，其实非常了不起了。要感谢家长，要感谢老师，也感谢孩子对我们越剧的情有独钟。宝贝加油啊！谢谢胡老师。
气球，我操
小名叫牛妹，今年11岁了，我来自浙江永嘉。我学越剧小生已经有3年了，我非常喜欢吴凤花老师，她就是我的偶像。我这次准备的唱段也是要致敬吴凤花老师，我还专门准备了一个才艺要表演给她看。我希望吴凤花老师能帮我实现一个小愿望，我们舞台上说。我的心仪礼物是一个牢固的行李箱，你们猜我能选中它吗？李一涵，小名叫牛妹，今年11岁了，我来自浙江永嘉。哦，为什么叫牛妹呀？因为我又属牛。哦，你也属牛。哦，你哥哥小名叫牛啊？你哥哥的名字里有牛这个字？哥哥小名叫牛。嗯，就叫一个字。所以你叫牛妹。对了。哦，那如果哥哥再有一个姐姐，就牛姐，就全家都是围绕哥哥的名字来起名。那你的心仪礼物是什么呀？我的心仪礼物是一个牢固的行李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常常去外面演出。哦。帽子和道具都怕压坏掉。啊。所以需要一个行李箱来装固。哦，明白了，非常的爱自己的行头哈。嗯，那好，那就看看你的表演能否帮助他锁定心仪的礼物呢？宝贝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
象太漂亮了。问问一涵，你当初怎么就选择了要学小生呢？哎，对呀，你一个小姑娘啊。因为我的声音比较粗。哦。而且很宽亮的。而且我看吴凤凰老师演小生也很酷很帅。哎呦，我也非常喜欢。对，我看你小片你就说特别喜欢吴凤凰老师。哎。你知道刚才有一个细节啊，就整个这一段《回师吧》的表演啊，我观察我们牛妹的眼神，最少不下十次，在不经意间的瞟我们的吴帅，就是特别在意，哎，我这个演的怎么样啊？吴妈妈看我得到肯定，哎，就特别在乎吴老师的反应。从今天来说，我觉得他上舞台之后，这个舞台感。我觉得还是蛮强烈的。他把舞台的整个角四角都站位，哎，都走到了，哎，四个角站位站得挺准，而且每一个水袖都没有踢踢他了，很干净。也没有说没有经过特别的磕绊紧张的，他还是一步哎，就一个眼神很到位，很严谨的，还是进步很大的。那宝贝好像说好像还想让吴老师帮你完成一个愿望是吧？是什么愿望？我想和吴老师一起唱书房会。哦，吴老师能帮他完成这个愿望吗？那么牛妹你唱小生，我唱女的喽。欢迎吴老师。欢迎吴老师。这个真是搞的。有多少漂亮？哎，是漂亮。镜头前的师姐们啊。先脱不也先脱不脱不？镜头前的师姐们，我花旦我学啊。只怕牛得啥事说在传承我们优秀传统文化，其实对于他孩子来说，从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人生一个感悟的过程，戏中有很多人生哲理值得在学的过程当中去慢慢感化，挺好，还是收获很大。我也让我反串了一会儿女的，听到我唱腔不到位的师姐们多多包涵。宝贝，今天还有什么才艺要表演吗？我还要表演温州古词。哦，温州古词也算曲艺了。对，对，曲艺了。那你是不是要换一下服装？那好，我们等着你啊。好，一会儿见啊。千千不长。
词，哎，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非遗项目，让我们了解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要给你投票啦。如果大家喜欢宝贝的表演呢，就请按下手中的星星键。宝贝，现在请你走向神秘风潮，等待结果揭晓。宝贝能否成功锁定自己的心仪礼物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请揭晓。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，你的一段梁祝回十八，身段潇洒俊朗，唱腔明亮流畅，小小年纪已初露风华，希望你在越剧艺术的殿堂里成就最美的梦想。
让我们有请13号选手周锦文带来粤剧《情探》选段《杨告》，有请。相逢几曾欢啊，一
每夜里哭动大三更，那王魁他走了三更去放庙奔，他经过地气在去做新啊生，二八两银子一封信啊，还等我上天这地府啊门，死者等会心肠深深公愤，望生生之真理是差阴与母归阴大谢谢。怎么，我哭诉了半天，你们是一点都不理睬我，我要打你呀！谢谢。
谢谢。Thank you.
谢谢。
我与你两兄难成对，弟弟是云娘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婚，弟弟生了马家贫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儿啊，弟弟因故马家穷，两兄啊，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死他。
光，无奈得来搭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也有两条道路随你选呢，你愿答应还是响应？答应怎地，小应何来？在我到暖海修炼五百年后得到登仙，那答应你？答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劫随苦。想要请愿答应，恰是为何？为了长征，想要请愿当时万箭随苦。那长征没万佛所知，你为他抛下千年道名，岂不可惜？哎呀娘娘，那长征乃是至真天子，想要与他黑死山盟，我若为他外征什么仙，外聊什么道？
我要弄从地面前立个大，个不能个。
王西伯次次飘红道德路，弄个四香。